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的可以趁机宣传一下我们的下一场演出。好，我们下一场演出会在四月底在山海豚，那也是在台中，所以大家有空可以来。第一次去上海，对啊，最近的一场表演还有一场，但是是在嘉义，嘉义有点远，如果是我就不会去。对啊，可以共哎哦，大家有空还是可以去，有空还是可以，嘉义可以吃火鸡肉饭。我们跟高雄一个很厉害的团，叫做不合力共振，一起在嘉义的鳌桃树，一起做一个树，很开心，我们是第一次去。好逃出，那今天这边也是我们第一次来，好多这个月好多第一次去的地方，那我们感觉很新鲜。那谢谢大家，我们本来没有预期会有这么多朋友来看我们，谢谢。下一首歌如果有。你有带你的女伴或是男伴在现场的，可以带着他跟我们一起跳个舞。你们现在校园可以喝酒吗？不行啊，不好意思。我今天有一个愿望，看到中国一的同学们跳成一团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愿望会很难实现吗？拜托，喂，哥们！不要害羞啊，后面的。耶、yeah ！再一次哦，玩过菜，再一次。Faith, I'm in the world.
你们超棒的，谢谢。